好，我们要去水之极端处找五行秘宝。那我们先来九兄内院找一个人哈。阁下哪位？失敬失敬，原来是大小鬼大小姐过来。吾乃春秋时期土木工匠鲁班的后代，鲁宾是也。在我家干什么？受令做你令堂之邀，特来监察建筑结构图，帮九兽山庄整修。这样啊，那你可要好好努力，让山庄更加秀丽堂皇。是，这有半张设计图，我看不懂，不知哪时候混入过手稿中。大小姐行走江湖，见多识广，或许能明白也不一定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我们来鉴定哈、哦，以花宫激光图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其他，是吧？这个以花宫冰封火把机关开法房间136这样 ，OK， 以花宫。他们应该是没东西吧？水，用土招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土招。哦，这伤害。21956可以啦，这伤还可以。有鱼蛋吗？可以投？你确定有？还有今天没有到很冷哦。这要怎么走？以花宫改了很多呢。我看一下攻略怎么写的。奴仆防衣。奴仆防衣。啊，你看不出来这是 RPG 游戏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这个吧，哎呦，怎么有鬼魂？可疑的拉杆，哟，兰兰，可疑什么？搬动就对了。就这样吧，走。再来是，奴仆房三，奴仆房三。是吧？是这里吧？这个宝物，破烂的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输入你转身单。对，然后奴仆房六，六这里。摄魂大法，好，再来，奴仆房六，然后奴仆房五。这里
打开。这边还有归气丸。龙无妨五，再来龙无妨二，这个好，六个火把都点燃之后就开了。打开了，好，就是这么轻松哈。它是有顺序的啦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资料片也就是玩这边的剧情哦。又是一群想夺天双剑的贪婪狂徒，受死！红鹰甲看起来很强哦，我靠，那到2000是怎样？那到2000耶，我不是装水了吗？那攻体不是水吗？不愧是妖月，我刚不是跟你讲了 ，BOSS 战会直接打咩 ？BOSS 战会打小怪暗 B， 我都没在听哎。我为什么 BOSS 战要打？因为 BOSS 战会有剧情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欸，跟他有些招式不会痛啊。再跟大家说一次，BOSS 战不跳过是因为 BOSS 战会有剧情。公主且慢，我娘曾经吩咐，若是有朝一日得以见到公主，千万不能对你出手。你娘是谁？曾经是你的座下婢女何露。你想要天双剑做什么？我需要水之秘宝，开启万象窟救我爹。你爹？你爹可是花无缺，正是。要是天双剑被你们拿走，玄冰你的莲心就再也无法复生，无法再维系他的青春了。青春？求求公主，不能云哥的爹就无缺。我可怜的妹妹，不要怕，姐姐会一直在这陪你的。我可怜的妹妹，天下可有别的东西能防止尸身腐败？只有血缘冰魄勉强有类似的效果。我们这里刚好有，你拿去用吧。真的是血缘冰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这里有一块麒麟纸，就送给你们。我要在这里陪莲心，你们快走吧。哎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还不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。哎。好，如果是铁心男的话，不会有这一段哦，不会有战斗中断哈、哦，是打到完哈、哦，要打死他，然后打完他的时候会得到一块结语哈、哦。没有啊，这边不是资料片剧情啊，这边是本来就进来的，资料片剧情是
移花宫的事件再多增加的剧情不一样哈、哦。行，金姑娘，我一定要拿到金枝秘宝，是否有其他方法？我的办法一向很简单，我就是想办法让凡夫脱胎换骨，只要有神仙的根基，这点小雷哪里是问题？那怎么样才有神仙的根基？除了修行，还是修行啊！天资高的少说要念二三十年，天资低的花了三次转身修炼，勉强有个小成，那根本就来不及。或者你能吃到仙丹妙药，或是高人加持，才有可能直接突破凡人的限界。金姐姐，你一定要帮帮忙！有一种特殊的方式也能突破凡人的限界，但是非常的危险，叫做灵魂出窍。有啊，什么是灵魂出窍？那你们的灵魂与肉体暂时分离，只要没有实体的限制，自然不用害怕雷击。请让我尝试。你们要考虑清楚啊，在没有修炼的情况下，一旦灵魂脱离肉体太久，就永远回不来了。云大哥，为了救伯父，我们赌赌看吧。不行，我自己一个人去。五雷塔内一招三才是一项知理布阵，共分十二次转折，只要走错一次就退回下一层。你想自己一个对付纠缠不休的塔中敌人，可惜时间耗久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我也要去，云哥，无论死活我都陪着你，我也会支持你。我也想试试灵魂出窍是什么感觉，但是能不能安全些，不要回不来。既然各位心愿已决，我们就出发吧。不知道脱离肉体线之后，灵魂的身材会不会走样？我靠，你只在意这个而已。你们先记录一下吧，准备好跟我说。灵魂出窍的时间是两刻钟，三十分钟，你们必须尽速赶回。我去过前两层，顺序左右，后面还有什么危险我不知道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离火圈敲下去可能有点痛，忍一下。好痛，我完全不会啊。熊大，你神经比较粗啦。这是你们现在已经灵魂状态，地上是空壳子，我会在这里守着，你们快去快回，记得时间限制。哦哟，真的有啊，还给我倒数哎，王八蛋，怎么可以偷东西吗？想偷一下，哎，很紧张哎。没东西，哼，不管除了让先撞会，等下等钱撞完完，要、啊、等钱撞完完才能玩除了让先撞。然后中间如果有其他游戏，都会先插队。这除了像什么时候玩到还不知道。左边，然后再右。这边可以存档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。怎么了？哦，第二阶，哦，这样才第二阶哦。然后右，漂亮的衣服，好好好，很漂亮。好，最后一层中。对，观众朋友，就是可以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我有录那个《神魔至尊传》啊，有种环仙录跟环真节。哎，还没到。
但玩这些游戏主要是为了配音啊。好，金雷。我乃雷之行兽，侏儒。屈辱吧，屈辱。斩立凡人迈向仙人道路的五雷试炼之塔，你们能走到这，已经通过初步考验。但是，你们不能拿走金之秘宝金雷。我希望他救我的父亲。不行，五雷塔靠的是金雷的力量，才能释放出门口的试炼之雷，借此杀选不入流的仙人。要是你们将它拿走，试炼的门槛会降低，将会严重影响仙界的水准。凡人，不要逼我出手。即使违逆天命，也要救你父亲。无奈，无职责所在。战吧！看出来了。你们是借由灵魂出窍避开天雷的考验，只要我拖延时间，你们就再也回不了肉体。这里的气候是水，这里的气候是水，好不正派，还要拖延时间，没有东西偷，这气候是水。出乎我意料之外，出手就有机会，这要放放哪招火招嘛？可是江云没有火招，那只能放金，对不对？金好烂哦！蛮痛的，这水汽又怎么没了？莫名其妙。江云没有火招，我戒指怎么烂了？buff 机器，哦，以花戒律是个人 ，OK。那水招，五岳剑法。江云这样不能用年进掌哦，巨难。觉醒了，你们走吧。多谢。你们都是白痴吗？还要跟神兽文乃无往，又不是在交朋友，闪人心啦！太小看凡人了，竟然连品行不佳的偷儿都能入五雷塔。今日岂能让你们就此夺走？不是啊，刚不是说让我们走吧，现在又不让我们走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等一下，你们快走！不，我们一起走。还我金雷，否则谁都别想跑。小弟，带大家离开。我们。再不走就一起死了。江小，侏儒，居儒，
我不会让你前进一步的。小弟，你们一定要取得圣神诀，救我爹爹。哎，怎么有敌人？扫兴啊！还差两个。林哥哥，金姐姐，银哥他，银魂出窍已过了时限，应该有还权使者来接引他了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心柳，云大哥一定希望我们可以取得上神诀，救回无休伯伯的。都是你抛弃云哥哥，害他死在塔中。我要回去找他。慢着，你想那江云的苦心白费吗？不是你难过，大家都很难过。你们还在找的地方，把他也埋了吧。云哥，云大哥，云大哥，欢迎你回来。你这小子不简单。九天防龙，他怎么变九天防龙的名字啊？我在塔中与居鲁奋战，一心只想让大家逃走，后来就没印象了。我不清楚你是怎么逃出居鲁的手中，奇迹似的还魂，只知道你似乎通过某种考验脱开幻骨，有了仙人的根基。仙人的根基，有些人重病或传染或火灾，各种极度危险的状况，要是大难不死，有的时候会超越常人的限界。我还有血境限界了，突然出现了特殊能力。刚怎么会九天防龙啊？你是说我因为某种机缘死而复生，所以有了仙人的根基？是的，恭喜你。啊，就这样，这么随便。好，走。娘娘啊，娘娘，你以前拿过一些岩石，这念岩还是念岩？已经知道火之极端处在哪里，对不对？七重火炎峰可不是凡人踏得到的地方。以人世间而言，在西南方的巨大山脉下。有着高热熔岩名为的艳玉礁池，是火之极端处。可是依照目前人们的力量，是不可能把它撬开的。我必须救我爹，请你要帮我想出办法。世上只有一个人能劈开山脉，就是剑邪风行居。是师父，我去拜托他。他因为早年的错误，终身封印绝招天外飞仙，你们只怕是没机会拿到火之秘宝了。不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回去请风行居师父打开火之极端处。好，走。师父，我来了，师父。师父，求你以天外飞仙绝学劈开西南方山脉，显出艳月娇齿。不行，这又违我当初的誓言。师父，风前辈，求求你，云哥是要救他爹的。我们还要待多久？我都快要死了。在这点，求风前辈破事，就要像你一样不知是一样的。
你们回去吧。喂，你老这见打死见死不救。巧巧，不管你从前有什么误会，身为男子汉都应该有勇气站出来才对。自己闷在这里住一辈子，难道只有化解心中的遗憾？何况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，现在有活生生的人等着前辈救援，你却反而袖手旁观。当初被前辈误伤的人要是知道这件事情，心里岂不是更加难过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把前辈气跑了。不是，师父的脾气我最清楚，我们快跟上去看。Quickly， 好快。哎，这一战不知道要伤害多少的生灵。天之神、地之神、山之神、水之神，若我诚心祈求，请你疏散山中的动物们，让他们各自找到新的归宿。哎，光鼠在这里。摩加罗，谢谢。这样我就可以放手施展了。好图啊，仔细瞧，这就是天外飞仙。这样没有音效，太可惜了。此招非凡夫轻易可学，根骨不够，只有让肉体自己破碎的结果。我也是太久没有施展，有点累。好，那我可以学了，可以学了。徒儿何时练就仙人的资质？我这是传你天外飞仙。天外飞仙可身兼合一，连续斩击敌人十次，虽威力绝伦，就会消耗大量真气，不可轻易施展，绝不可以用于心恶。徒儿慎之。妾子，你是怎么了？如此不安，是在害怕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可以再跳啊。这边音乐好熟悉哦。好，我的眷属，我的弟弟，来到焦虑的诞生地，难道还羞于相见？哥哥，我的主人需要火之秘宝。你知道火之秘宝是什么？哥哥，你是我亘古以来的炎之守护者，众人的化身。火之秘宝是你的心，凤凰焰。在野脉沸腾的热气中，我仿佛看到一群急着去望向郭宋死的人。你想白白取了我的性命，再让轩辕祖的后裔杀了你的主人。停手吧，上神诀不是仿佛该得之物，不要让自己的愚蠢害了主人。除了抽取五行秘宝，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打开万象窟。要怎么做完全看怒火，这是召唤兽的宿命。云哥，怒火难道你不想救吴缺伯伯？怒火不牺牲难道就无法救人了吗？是的，这就是人类自以为是的真理。少数人的权势与富裕，历史上的短暂和平，
雏鸡与不断牺牲非己之异类。公子，原谅我，这一场仗我没办法下手。哇，我是灭宝，是要取他性命哎！对不起。我靠！太痛了吧！我刚不是装备火光体的吗？那它到底什么属性的、啊？对啊，是火没错啊。好痛！奇怪，为什么这么痛？不合理啊！不应该派江起来上场的。好，保护一下。搞用五位剑法啊！啊，我江云应该要放前面的哦。啊，算了。天外飞仙呢？哎，不能用天外飞仙啊，还是天外飞仙是愤怒技？是吗？为什么不能用？天空飞仙愤怒技吗？哎、欸，还是很痛。打赢，打赢。啊啊！靠呗，我没有点是不是？我会忘记了。干，难怪，靠呗哦。我又耍白痴了，凤凰宴。妖皇，妖皇。火狐之女，不用替我悲伤。500年后，我会重新转生。能够帮助你这种好主人，是我弟弟的福气。让我替妾子增加一些能力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假如爹不要复仇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谢谢你，恶狐。嗯，就这样子。嗯，这么突然的结束。这边的音乐是阎王门的音乐嘛？对不对？没记错的话。今天收获真是不少，明天去另一座山看看好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五行集中之处？五行？你在打听上神诀的事情啊？其他我是不知道。那个赤血巨墨最有可能是墨之极端处。怎么说？我们从前还没到城里谋生，就是住在远远的西边赤血巨墨的附近。五家祖父父亲到这三代都靠着砍棵大树卖些柴薪为生。我跑遍大江南北，没有比看过他还老的神母。你说说看，这不是墨之极端处会是什么？江霞，你本来应该得到武林盟主之位，可惜入魔屠杀武林群英。本人奉孤长燕大侠之令，特来取得墨之秘宝神墨之。为救爹，神墨之不能交给你。什么？除皇殿赫赫有名的杀手谢行恨，混到你们队伍里？云哥早已改邪归正，你不要误会他。
为了武林正道长存，取得上神诀是必然的过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哎，偷不到他，可恶！看起来是木属性的，是吧？木属性是怕水，是吗？不是，土。可恶啊！你的行动，盟主全都一清二楚。总有一天，你们会受到制裁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五只密宝结束了，收集完了。我看一下哦，大猎图的四海镇往上走，四海镇在这里啊，往上走。应该是这里吧。好，万象窟到了。好，万象窟我们就等明天吧。今天差不多一点，半夜一点了。好了，今天到这边了。